学院的高一学生。我叫穆小雅，刚转学过来的高一学生。今天能认识你，很高兴。女生可能会是英俊哲后援团，男生的话，应该不会那么在意之前的留言吧？那么，就再见喽。嗯，好的，有机会再见。那个，我是要回教室哦。可是，我的教室也是这条路啊。啊，你是高一哪个班的？什么？你和我是同一个班的？为什么我之前都没见过你？嗯，因为之前戏剧社组织出校巡演，耽误了一些课程。穆小雅，下午的数学考试准备好了吗？身为班长，我提醒你一句，别以为可以靠选择题什么的蒙对分。不会吧，连选择题都没有。我已经复习好了，等着瞧我的成绩吧。是他？穆小雅怎么会和他在一起？哼，既然你那么有把握，敢不敢和我比一比？比？比什么？看看我们两个谁的考试分数高，成绩差的人就蹲在讲台上学狗叫，怎么样？大家都是同学，没必要开这种玩笑吧？只要考出自己的水平就好。好，我们答应了。啊！我相信穆小雅绝不可能输给你。你怎么可以帮我答应下来呀？哎呀，完了！我好像没告诉他我是个学渣。好，我会去告诉班上的学生，输了可别赖账。我本人没有同意啊。你干嘛要帮我答应下来呀？这回要学狗叫了，好丢人的。因为我对你很有信心啊。加油，我期待着你的好成绩。你该不会是等着看我出丑吧？好了，现在开始考试，同学们把书收起来。这下怎么办？以我的水平，说不定及格都难。现在开始发卷子。李志南同学呀，还有那个学生会的人，我这次真要被你们害死了。出丑还在其次，要是成绩倒数被扣学分的话，罗主任就又有理由赶我走了。我该怎么办呢？这张数学试卷好奇怪啊，这张试卷不只是没有选择题，题型完全和我以前学校的不一样，全是些我没见过的公式，要求通过复杂的运算求出数值，需要极强的解析和模型构造能力。这就是贵族学校所考察看重的能力吗？对于习惯了应试教育的我来说，哼，不知道从哪个三流学校过来的学生，这回见识到天晴学院的厉害了吧？最简单的题都涉及了高等数学公式，远远超出了普通学校考试的范围。哪怕是从小接受贵族教育的我们，做起来都很吃力呢。哼，你这种野丫头，估计连看都看不懂吧？来吧，我已经等不及要录下你学狗叫的样子了。对不起，擅自帮你答应了赌约，发挥自己全部实力就好，我会为你打气的。嗯，尹志南他果然是我的朋友，虽然这时候鼓励没什么用，至少他有在关心我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谢谢您了。下面，诶，纸条下面还有字。哪怕最后打赌输了，
我也会为你拍下最可爱的小狗瞬间。他根本就没觉得我会研发。